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就是我这边有个件，它被海关退回去了，然后海关说要打电话给你们咨询一下。嗯，那我帮你转过去邮件咨询那边好吗？请你不要挂机。哦，好。那帮你转接，请稍等。如中途断线的话，请重新拨打。嗯。哦，你好，我要查两个件。麻烦请问下你的快递单号。ES。ES。17535。17535。6371。6371。KR。KR。17535-6371KR，对吗？哦，对，然后这个件它是被海关那里退回去了，但是，都没有人通知我们去清关。我姓谢。谢女士，您邮件显示的是在8月17号是在深圳市那边市，将您的邮件给退回到韩国首尔，是来自海关的退回的。那现在是海关那边退回的，还是什么原因能查到吗？这边具体原因这边没有显示，但是显示的是来自海关的退回，然后您的邮件显示呢已经是发往韩国首尔的退回运输路上了。但是我刚刚打电话给海关了，他说被退回去的话是要你们办那个退回手续的。喂。然后您这边是说您并没有收到任何通知短信，对吗？没有。你稍等。嗯。
姚女士，您的邮件呢显示的是在7月1号的时候是在深圳市那边去送交海关，然后呢，您这边是说并没有收到任何联系，对吗？是的，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打给海关和你们 EMS， 然后你们两边都是说没办法查到这个扣关的原因。联系了海关那边也说没有办法查询到您这邮件的扣关原因。海关那边说这个需要你们 EMS 去核实，然后我就打电话给 EMS 了，然后 EMS 又说他这个是需要海关的通知，然后他们才能去清关的。对的，因为您这邮件送交海关那边是需要海关那边通知您这边，如果是您这邮件有被税的情况的话，是通知我们这边，然后发送短信通知您这边进行清关，然后您这邮件显示在7月1号在深圳市那边去送交海关，显示呢是在8月17号在深圳市那边是来自海关的退回，就是说您这邮件满1个月之后呢，无人认领是显示呢会自动退回的。但是都没有人通知我们去清关啊，我们怎么会知道邮件在那个邮件在海关呢，对吧？而且我们已经打电话给海关了，也没有人就可以查到我们这个件。是两个不是一个，都是一样的。因为您这邮件是在海关那边是送交海关检验当中，然后呢是由海关那边是发送短信通知您收件人这边，然后进行相关的清关手续的，并不是由我们邮政这边给您发送的。那您那边有那个海关的电话吗？我这边打的是那个12360的。您登记一下深圳关区的联系电话。075526755973还有一个075526759635就打这个电话他就能查到是吗？对的。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，感谢打电话。拜拜。